什么地方不好摆，你直接压在邱凤姐的唱片上面。你什么地方不好摆，你直接压在邱凤姐的唱片上面。他那来宣传唱片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搞大一点，你唱片借我们一下，唱片还可以这样用，借砸我好，你先借，这个真是的。来，我先吗？两颗水饺，好好，两颗水饺，我先。耀宗很会吹吗？很会，不太。三个二。三个二，三个二，三个三，四个五，四个五，四个五，哎，有吗？干五，五个五，五个五，五个四，五个五，你不能喊五个四啊，六个四，哎，你会不会？你很会玩。不是吹牛是玩吗？我看你在吹牛吧，吹，专门在吹牛，不会玩。等一下，你要抓了，等一下。六个四，你要抓，先拿着，先拿着。你难道有四个吗？开六个四，
真的假的？你要开吗？我先开吗？开。我真的有四个。啊！你不会没有？你啊！我早就知道你四个是。不要再吹牛了。来，妖才妹，妖上去。妖才妹，一妹，有了有了 ，Go。红头妹。那个会唱片，对，以后吹牛就带着秋凤姐的专辑去。哎，他这张带出去很草书的啦。对啊。输的签，三个三。不得不说，你嘴巴好臭。三个四是韭菜。三个四啊。嗯。我帮你打开哈。四个五。四个五啊？你真的有四个吗？四个五？哎，没有，没有五哎。春吧，你有四个五吗？七彩霓虹灯。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你就三颗，你还在演什么？四大姐，厉害厉害！这样以后在嘻哈圈怎么走跳？不用走跳，不用走跳，以后跟着我混。好，是是是，感谢大哥。我们其实各自又代表一个，就是话题的公主，话题公主。对，是什么话题？大热门是给我的耐超好用，没有包袱。哦耶！对，不需要包袱嘛，做人活得开心快乐。哎呦哇！在关键的时刻，他那个名牌就会掉掉，而且一定要发出哦。大热门公主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Chocolate